峰飞复核消息传出后，外界对张柏芝的近况也十分关注。除了爆出因急性肠胃炎入院打点滴的照片，关于张柏芝做客综艺节目、发表新歌 MV 的消息也占据了各大版面。日前，张柏芝返回香港，在机场，当被问到峰飞复核一事时，柏芝的态度十分友善，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不过，记者也发现，柏芝左手无名指已戴上了钻戒。而眼下王菲的行程也满满的，日前还被拍到前往台湾桃园拍摄广告。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王菲整个过程手都不自觉地频频放在肚子上，不免让人联想，这难道真的印证了之前的怀孕传闻吗？